它有阴影，断不掉也扶不住。他说我真的不想抽它，如果抽它将来会障碍往生吗？净土五经一论里头啊，虽然没有说抽烟会障碍往生，没有这个说法，但是不抽比抽要好啊！现在我们都懂得，抽烟伤害生理啊，会导致疾病啊，能够把它戒掉最好啊！你说你戒不掉也扶不住，这是你自己没有决心。有决心啊，确实可以能戒掉的。